今天带大家看一个 Hotel Zen Premium 的一个 room。所以一进来我们看到，这个是放这个杯的一个橱。下面有一个小冰箱，还有一个大镜。啊，有一个办公桌。OK，这个办公桌，这个它设计就是说，还有额外这个。插头可以插这个 HDMI，还可以有耳机的。然后一个很像 living hall 的一个 area，它的这个 TV console 也是一个设计感的，现代的一个设计。这个是属于 day and night 这个 curtain 的这个，它是一个自动的。我们看 destiny 看一下 open day。啊，阳光就照进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房在哪里？虽然这边有一个房，一进来，这个床很大，是 king size 的床。然后床前面呢，也是一个 TV console，还可以放两个有床头柜。有点像 one bedroom 的一个感觉，然后这个是 walk-in wardrobe 的 area，打开的话有保险箱，然后这个橱，还有额外的熨斗、熨板，还有浴巾、浴鞋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坐的这个 area，贴心的设计。然后这个刚才我们看，一打开那个灯就会亮，关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关，所以是一个省电的一个模式。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 bathroom，这个镜子呢是。有灯的，所以会很亮，所以女生很喜欢。哇，然后有一个镜子，然后还有保温这个 hair dryer 吹风筒。哦，还有 bathtub，所以在这边可以使用 bathtub。然后这个上这个厕所还有那围起来这个玻璃，啊，花洒间也是围起来，所以这个设计呢非常的美。所以它把每一个区域都分得很清楚。